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中布袋戏阿中。今天呢，终于又到了我们阿中布袋戏教室的时间了。今天的主题叫做听老婆的话就对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来，最近中秋节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包裹，然后呢，这个没有去查证这里面是什么，先哦算是一个开封文，带大家有没有啊认识一下。认识一下这一个，这个是皮蛋吗？看一下镜头嘛，有没有拍照？这个镜这个看得到？那这个是什么东西耶？来，我们哦，中秋节真的今年很也不知道怎么样，好多人好像想起阿中了，那个有我们自己跟人家要的，然后也有人送来的，开箱的时候，就是要吓大家要小心。这个第一个箱子，是还没有确认到是说谁寄过来。哇！好可爱耶！里面有一张涂鸦，你看。那个背面也有，这个呢是我舅子他女儿画的，很可爱哈。因为我们工作关系，我们中秋节不能回去团圆，然后送来了这么一大盒，这个以市价来讲，这一包至少要差不多300，差不多。更以上，因为是树枝，手机没粘着的，这个亲人他还是真的是，反正人家讲，有什么不如意的事，回家看一看，你会心情好好。那这个算，阮姑阿的查囡，我变哪个，卫生啊，他女儿画的，很可爱画的，虽然是在画什么我看不懂，那在画金字塔嘛。那希望大家中秋节都有龙眼可以吃。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说呢？听老婆的话是对的。那个自从呢，我开始在组装这个小蛋之后，这一个，台湾的组装小蛋其实是失传的啊，这些都是我靠我自己的方法自己去摸索摸出来组装的。那这一些的这个材料呢，你看这个已经转那个就是已经第几次加强到这边啊。阿中原本想说把它折现金好了，然后又舍不得，这个要花好久的时间，材料怎么来的是重点。那刚刚呢就是呢，这个是我老婆挑的，就是耳环啦，这个要拆开来人家来看得到。这个耳环，这个装扮木偶，你看够亮吧，而且很便宜吧，也不知道多少，我也不知道，也蛮贵的。这样子像这个要装扮木偶的话，有没有来示范一个看看。买你要组装那个小蛋的时候，你要大概就是看到你有哪些材料做什么装饰。你看，如果是这样也不错，这样也不错。这是我随便用的，你们看一下这样子，这个质感如果是这样子，会爬。好。这样看得出来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因为这个比较大罐啊，这个是我老婆挑的，这真还不得了，这俩真还不得了，两片太多了，但是这是我老婆她选的，然后呢，她还有这一包是另外停出来的，我老婆停出来就要干嘛的。
我要跟你讲，我从组装小蛋到现在组装了四个，我光材料费就花了5000多块，因为超过我刚刚去约那个店里有没有再去挑，我们总共挑了将近就是不少哦，像这一个阿辉啊，阿扁那个曾吉利辉，嗯，为什么用项链来拆不错？因为你只要用电钻钻进去，然后把这个头呢稍微剪一些掉，哦，然后就整个3秒就要点上去之后，马上按住，哦，就会漂亮。重点在这里，哦，这个也是，这些都是我老婆的这个，她的哦，她还拆掉坏掉的，哦，家里不要的搅蛋的组装，哦，像这个也不错，嗯。这个很适合，这一个是耳环啊，嗯，是这样子的，啊，耳环，然后是这样戴，是这样戴，哦，没有，那给布袋戏用的话，可以一边戴一个，看起来就很霸气，嗯，哇，如果是这样子。很明显的，虽然很大，嗯，但是没有这样子，这只是比一下。现在今天看的是旧的，啊，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战利品，嗯，这个战利品呢，一包是我老婆挑的，哦，一包呢是我挑的，我们从我老婆挑的，哦，她就带一带啊，她就说可以，有没有？啊，就是他不戴的时候就可以拿来就有整容啊，嗯，哇，这一个蜘蛛啊，不是猪猪啊，猪猪哦，这嘛真大官哈，啊个这嘛超好用的，哦，你知道为了装一个小蛋，我装最快要5个小时，而且是不包含你去买猪猪的时间，哦。这个很特别，你们看到它的球里面有水，它的水会跑，怎么样？要那个？不是啊，我怕给你拆开了，你会那个。重点我讲，因为好久没去找这些东西，你看有没有？这个水，你们注意看，里面的水是。有活动啊？怎么一颗有水，一颗没水？会不会是破掉、漏掉了？啊，有一颗里面有水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个做组装小蛋的话，哦，就比较不适合用这一种，因为怕去压迫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有的先收过来，刚刚拆的，嗯，然后啊，这个更不错，嗯，这个。这个是我老婆挑的，嗯，这个你看，要比一下，这棒针中间不错，我如果给你拆开了，你这个会不会很麻烦，还要再装回去？先拿出来一下，这个最好是组装在于完成之后，有没有？中间部分啊，这个不适合，它有长短。那适合在后面。这个是里面我最不喜欢的一个。嗯，这是里面最不喜欢的。嗯，这个可以做侧面，嗯，但这个珠珠也很漂亮，嗯，就是布袋戏很多东西啊，你都要自己去找，自己去生了，想办法去。那个，哦，去切了，去敲了，嗯，然后有一种店叫做手工艺行，哦，它里面也有在卖，哦，我昨天的这个小蛋呢，我就想说奇怪啊，第一个卖的这么快啊，为什么这个装的更棒、更华丽的，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人下标呢？真是的，啊，真不是货啊，这要花很久的时间呢，嗯。这个啊，反正是我老婆会处理，
那你这样一个一个要这个羽毛的，嗯，羽毛的，你哦，现在要去买这个这个链子最链啊，这种链啊，下面的这么漂亮的这个链子啊，钻石的，哦，绑钻石的，这样很漂亮哈、哦，这个也是。可以装在耳环啊，或者是这个鬓边啊，这两边的，小蛋用的，哦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有毛的要把它收好，不然那个毛沾到灰尘就变色，哦，然后，收起来，要快一点，要快一点，就让你们看这刚刚看过的猪猪，啊。要拆开一点，这个，等等，这是一对一对的，价钱呢，其实讲不便宜。我光一个木偶有没有？这些珠珠哦，这个一些这个装饰品，最少都要用到五六百块。那这个还算蛮点霸气的，这个比较不适合用这个。这样子因为你衣服黑色啊。啊。因为你的衣服黑色啊，看不出来啊。黑色。因为你的衣服。我的衣服是黑色。拿一个布娃娃啊来挡。拿个这样的。现在看得出来了。然后装在这里。这个。很棒的东西哈。然后，我们刚刚总共去买了20个，算花了好几千块，这一个也是耳环的，很漂亮。但是呢，在舞台上呢的东西哦，是要，它炸的就跟沙乌讲的，它野，那个比较露营、野外露营的野，野心的野，它野。什么叫较野？刚才讲的足歹啊，要水就给水到底的。这个这个适合粘在差不多第二撮的这里，第二撮的这个，一个一个拔很麻烦的、因为后面还有这么多，然后还有黑色的，这个黑色的，然后这样子。这样子，这个也是黑色的，黑色的。然后呢，还有，我太太的现在给大家看的，就已经有8几部。这个也是我太太挑的，她自己要用的。这个花呢是塑胶的，但是就是。来装金光系的系友不错啊。好，那接下来看我挑的，我比较沙包一点。我挑的第一个原则一定要亮晶晶的，首先让你们看我挑的第一个，多亮多亮晶晶，看到？你现在要去买这一种钻石链有没有？可是是我帮你挑的、对、这个是我老婆帮我挑的，所以刚有讲，听老婆的话是对的啊、那个这个小蛋有没有？因为这个是我挑的，所以我可以把它拆掉之后，剩下的我自己处理啊。这一个，你看，拿个小蛋来比一下，这样子的话。跟这样子的话，你看呐，小装组装的那个，第一个有没有重点就是两边平均呐、你的饰品要两边平均这样子不错哈。来，再来看下一步，这个也不错，我挑的都是挑舞台效果比较强的。这一个
长得是这样子。嗯，那你要装在哪里？装在这里也很贵气呀，因为现在不是正式，我组装木偶我都有拍起来了，然后但是啊，拍这个其实很麻烦很累，嗯，你要一边看镜头还一边来，像这样子，什么？哦，然后你也可以只用孤单的一个。这样子不好，跳过，嗯，然后，哦，这一个棒，光是看到色彩你就爽了，要，刚刚讲要拿那些珠珠有没有？我等一下拿一个比较长的给你们看，嗯，用的还算品质很好，装的那么。命，装的时候当然不是这样子啊，我只是先大概比给大家看，我们后面后续会讲这个要怎么样子去组装它，嗯，你看，这也是别人没有的小蛋，嗯。哦，很漂亮，这又是我老婆挑的，嗯，眼光很好，嗯，因为第一个色彩很鲜艳，嗯，啊个金啊个亮，因为打了舞台灯光之后，有没有，它这些的宝石啊，哦，这个坠链啊，都会亮的，有没有，光是这样子感觉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，这是比给大家看的，小蛋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哦，像这个。又是我老婆挑的，嗯，我刚不是讲吗？你要现在去买那一种钻石链有没有？刚好市场很奇怪，缺货，不知道是今年那个新冠型病毒疫情的关系有没有？我原本去买的那一家现在的款式不多，嗯，然后如果你要去买那个的话，那不如去买耳环好了，嗯。这个耳环感觉又不一样啊，嗯，感觉又不一样，这也是调整它的形状规则在哪里，那，嗯，这样漂亮，嗯，然后还海嗯，这个要怎么组装？我会很快的告诉大家怎么组装。这个是我挑的，但是你看，我目前都是拿我老婆挑的拿出来给大家看。这一条，哎呀，也很棒。所以你看，阿忠真的是个闷骚的人。嗯，那个做这种东西哦，你要有那个兴趣哦，才做得下去哦。然后心也要够平静，嗯，才那个。这个很棒的一对是上面有小花，有小花，哦，有没有？这个有那个灰啊，有灰啦，嗯，啊，赶快过来肯定赶快来收在看卖。这个应该适合这一颗，最后面，这样子，你看，很漂亮哦，嗯，这个。嗯，很漂亮哈，哦，嗯，这无法度用教的，教你讲安那用啊，这要自己念感觉，啊，自己抓感觉。这个让过跳过，这个问题比较也不是说比较大，就是要怎么样组装，哦。那这个装小蛋哦，最麻烦的就是中间那里，中间算是结尾，嗯，所以我挑了老半天，讲说。这一个来做结尾不错，嗯，这个做结尾，嗯，这个我只拆一个下来给你们看。我的灵感呢，在找的时候是你边挑这个珠珠的时候，你就要找灵感。我这个决定有没有是要把它用在最后面这里，最后面这里，哦，
然后它的后面就是变成这样。啊、哦，我设计的这个，我的希望是这样子啊、哦，这样很漂亮哈、哦。然后还有，我记得还有一条很长的。啊，这个是老板娘呢，看我一直逛，我都没喜欢的，然后她就敲出来，嗯，啊，这个也是一对的，嗯，废话，耳环哪一个不是一对的？错，现在很多耳环都做两边不一样的，哎，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演变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一个，这个老板娘突然拿给我的，嗯。来，你看，刚刚都一直示范用前面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我用一个我自己的方法，嗯，大概有没有看？这不是说每个戳都戳得进去，啊，勉强啊，不要掉就好了。光是一个做法，这样就够本了吧？啊，光是一个做法，这样就够本了。啊，那两个都在一起的话呢？啊，两个都在一起的话，因为这个穿不进去。那、啊、好，再穿进去就会搞破坏了，所以收手。嗯，另外那一条呢？找到在这里，不要搞丢了，要放好。嗯，然后这一个花的刚刚有用过了。嗯。然后这个也是，这个是我挑的，挑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色彩有没有很鲜艳，嗯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它的原来的这个造型是这样，嗯，有一只蝴蝶有没有，是吧，嗯，然后你来看。我现在在做说一样都是从两边你就可以变化到多少出来。我老师我常常在强调一句话，一里通万里铁。我到现在吼，吃到四十外才了解阮先生讲这句是什么意思。每一个戏哦，你看拿来对比有没有？感觉都不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组装这个吼，真的要有很大的兴趣，哦。一个珠子不是你个落空，你就感觉倒了就好啊！你再看尴尬哦，你爱啊、哦，这个刚刚也用过了啊、哦，这个是今天的战利品，是那个这两包，哎，四位数字，我刚刚才几样。那刚刚那个钻石链有没有？我不是说我买了很多那个吗？如果你去永乐市场要找。我跟你讲，现在缺货。那个以前呢、哦，如果可以给你一个，它这个算码的，一码是九十，这个是装这边最好啦。它的，哦，你看，啊、哦，没有，啊、哦，这个是装这边最好。那你可以装这样啊，哎呀，这样好像有点像十大鞋啊，嗯。美梦到了，这个都嗯，翁修哎，忘了哈，不好意思啊，立刚跟你开个玩笑，嗯，这一个，这一条，他们在卖是一码90公分，哈、哦，然后就是这一个很贵啊，我那一天在桃园买最夸张的是给我算30公分，一尺100块，哦，然后这个不一样的这种。链子哦啊，这个的很贵，这个只有一码，一码刚好就这么长，哦，一码刚好就这么长，快接近，那、啊、怎么会打结了？哎呀，啊这个关，这个给它包，这个才包了不会输哦。嗯，好啊，这两条因为比较贵，所以就只有买一码而已，嗯。不准嘛，奇怪，一条比较长，一条比较短，啊啊，像这一个有没有也一样？你看我刚比对有没有？你可以用这样在这里来看三种的感觉，一种是这样子，啊，
哦，啊，第二种就是刚刚的第一种的，这样，那不一样，感觉不一样的，不同的色调东西，红色的，这一条红色的最贵，嗯，你看，那感觉起来都不一样，嗯。你们信不信我现在这一包花了我1000多块，那个只是把它拍下来让各位有没有，这个就是我刚讲的30公分100块的，来跟刚刚那些比一下有什么不一样，也是很漂亮，也是很漂亮，有没有，然后呢这个这一包你看这一坨啊，这一碗啊，就花了我1000多块，然后这个链子这一种的，你还可以拿来做什么？这一种的，如果你找得到这一种，如果你本钱够出啦，你用这个我也不会反对啦，因为没有人在这样子做，做什么？你看我这些刀，这个叉，这个枪啊，你看到？这就是自己那个珠子粘上去的，再注意看我中间还有撒金葱哦，这个还要撒金葱哦，有没有这样子看到？这个还撒金葱，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刀？我的刀柄也是白铁色的，这个就待会如果时间够，我再教各位怎么用，这一个先收起来，组装一个小蛋，你必须要有那个热忱，然后还有，你看呐，这个我那时候加这个粉红色的这个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我就想说有没有要给它加那一个不一样的什么一些道具啊，那这一包还有去。眼部带细菌真的很好命，眼到哪里吃到哪里。那个去台中做一场福人社，南屯福人社的这个演出，然后他们送了一箱的柚子，哎，还没吃，然后因为我家只有我跟我老婆，还有我600多个员工，所以有没有这样子嘛？好，放开。怎样拿出来？一个，这样，真可爱。我忘我戴假牙了。